哥们能够喜欢，小梦想的哥哥可以这里勾勾我的直播室通知，上面点点黄色的小心心，谢谢。开个 baby。猫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梦想。今天咱们这么惨淡吗？一个关注都没有啊，一个都不涨啊，怎么了？今天不是光棍节吧？哎呀，我的心好痛啊。好，不跟你们闹了，没事，那就可能说今天这个档来的哥哥们不喜欢我这样的胖子。然后呢，欢迎你们来到992。如果不喜欢我的呢，可以点一下我们小梦瑶的关注，梦瑶是个瘦子，对不对？不喜欢我点点他的关注。然后想做场控的哥哥呢，可以私聊一下我们的三麦和四麦的黄马哥哥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下一个舞蹈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我是没放伴奏吗？
咱们哥们的关注，谢谢。看来不是没有人，是我刚才那个舞跳的不对劲儿。早说呀，早说我跳的黏糊一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有短短六分钟，本个档期就结束了。然后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九九二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我是梦想，本档的接档主播。喜欢我的话，这里勾勾我的直播时通知，手机用户左上方点点黄色的小心心。人呢？想我黑一猫哥？给我黑一猫？谢谢舒阳哥哥，谢谢我们果果。然后下一个舞蹈送给大家，希望哥哥们能够喜欢。那我就跳一个黏糊一点的呗，跳个慢的，对不对？爱看慢的，我懂了。那跳个六神吧，一百年没跳过六神了。天不见，你又不是我的好爸爸了。谢谢舒阳哥哥，谢谢舒阳哥哥的帽子，然后谢谢大家的牵手，谢谢。然后呢，
还有短短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这个麦序就要结束了。然后喜欢梦想的哥哥呢，可以这里帮我勾一下我的直播室通知，还有一个就到五十啦，还有一个就到五十啦。谢谢我们哥们的关注，然后希望大家不要离开九九二。接下来呢，梦瑶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歌舞，希望你们能够给他点点关注，喜欢哦，可以点我们一麦二麦的关注。剩下的时间最后再跳一小段吧。You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nails, just to pierce a thousand veins. Hands so numb, didn't feel the shame. Lonely souls, they love the pain. So let it run, let it all fall away. You don't give a damn if I leave or I stay. Have mercy, darling, have mercy.